上跳绳。 还要再加？我们现场1000名观众，现在非常安静，因为难度瞬间又增加了。 这么高啊！ 第10个，接下来刘金雷就要挑战10层晃板了。如果他在10层晃板上能够坚持5秒钟的话，就算成功。 可惜差了一点点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啊！还想不想再挑战一下？大家给他加油，想不想？来，小伙子加油！这位小伙子话很少，但是真的很有这种倔劲儿。他准备再试一次，这次能成功吗？
很震惊，但是汗已经滴下来了。没摔就是行。